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必须最喜欢我。嗯嗯，怎么样，漂亮吗？你也是。嗯嗯，好漂亮啊！不过，艾莉最喜欢的好像是那个塔塔。这可怎么办？绝对不可以！没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啊，想到好办法了！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哦，塔塔，你回来！啊，什么？他竟然绑架了我最好的朋友塔塔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啊啊！等等，这里是哪里呀？哦，塔塔！哦？啊，这不是塔塔的本子吗？你好，艾莉，想找回你最亲密的伙伴塔塔吗？方法很简单，只要你去做那个高空绳索，下来之后就可以找到塔塔了。啊！可恶的魔女，魔女，你可知道高空绳索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？全国的高空绳索，甚至是美国的高空绳索，我都做过呢。魔女，你这回选错人了。出发！凯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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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一家。OK， 高空绳索准备完毕。塔塔，你再稍等我一下。哦，艾莉，要真能把我救出去就好了。哟！我这就去救你啦！哇，塔塔！怎么回事？这么可怕的高空绳索，他如此轻松的就下来了。塔塔呀，你在哪里呀？哦，塔塔不在，怎么又是塔塔的本子呢？真是的。可恶的魔女又说什么了呀？嗯，艾莉呀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说错了。如果你想找到塔塔，不是坐高空绳索，而是要去坐索道飞车。哦，什么？哦，简单简单，这不可能，让我坐索道飞车？蹦极倒是没有问题，索道飞车绝对不行。那个多吓人呢！哦，咻咻咻，咻咻咻咻咻！啊，塔塔，塔塔，真的对不起哦，我真的坐不了索道飞车。啊，哎，朋友们好像都很讨厌我。哎，艾莉，打起精神来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果然，还是他。塔塔最好。哎，好，不管我多难过、伤心还是高兴，塔塔总是那个给我最多鼓励的朋友。好的，我会战胜索道飞车的。塔塔，等我一下，我这就去，出发。艾莉一定会成功的，艾莉。哦，塔塔呀，我是真的好害怕呀。等等等等，塔塔，我一会是不是要从那里下来呀？那边，哦，我现在可怎么办呢？哦哦，塔塔塔塔，这个真的好吓人！塔塔，记得拉好操纵杆，要来了要来了，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吗？谢谢，塔塔，现在我们已经……哦，什么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是的，什么？野生动物出没，请注意。啊！
塔塔呀，我成功了！塔塔，你在这里吗？塔塔，我的腿都软了。塔塔，你在哪里呀？是谁呢？是塔塔。艾丽，没关系，我现在还很安全。不过，好像到了天上，高高的山，还有大海礁就在我的脚下。山、蓝天、南汉江在脚下，难道说你在那上边？塔塔，塔塔，你在哪里呀？难道？塔塔在那上边。到那上边好像很吓人呢。不过为了能找到塔塔，再高我也要上去。塔塔，等着我！艾丽，快来救我！塔塔，塔塔！什么？这一圈一圈的楼梯，好晕呐！等等，塔塔，你真的？我都爬这么高了，哇，真的好吓人呢。不过只要心存找到塔塔的这个信念，眼前所见的正是南汉江。塔塔，我现在马上就要到顶端了，耶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哦，天使，塔塔一定在这里，塔塔就像天使一样。塔塔，你在哪里呀？哦，是塔塔，塔塔，塔塔，艾丽，快点过来，快点救我！哎呦，天哪，天哪！哦，吓死我了！塔塔，这下面都是空的，你是怎么跑到那里的？快过来，好吓人呐！塔塔。塔塔，等一下，塔塔，你别动，塔塔呀，你往我这边过来一点。塔塔，再往前走走，快点！塔塔，伸手，拉住我的手。塔塔成功啦！什么？到最后还是让艾丽和塔塔见面了。不敢相信，简直不敢相信，这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吗？难道我真的无法